到镜子啊，觉得自己又变美了。唱歌。那我大概会唱些什么歌？想到什么唱什么吧。现在想到什么可以给我们来一首吗？哦，我拒绝。现在唱歌会让我觉得我在洗澡，我不要。那我问一下你，你在 KTV 里唱歌的时候，是不是感觉一群人在洗澡？那很刺激哦。唱歌，我一般就是在那儿卸妆的时候，然后照镜子，然后可能本来是打算卸妆的，结果可能会再化一下。沈婉在洗澡的时候，那么长时间都在干些什么呢？唱歌。对，可以唱很久。你一般会唱些什么歌？就随便哼啊，就最近听到的歌啊，喜欢的歌什么的。那你昨天晚上唱的是哪一首呢？昨天唱的是沙漠骆驼。我洗澡可能有时候会听歌吧，然后有时候就在那里洗，一般不会干嘛。有没有做过一些奇葩的事情？奇葩没有吧，没有什么奇葩事情。